欢迎韩德洙总理先生来华出席杭州亚运会开幕式。首先，请转达我对尹锡悦总统的问候。韩国这次派出大规模体育代表团来杭州参赛，体现了对这次盛会的重视。韩国作为亚洲体育强国，在很多项目上具有优势，预祝韩国运动员取得好成绩。中国和韩国是搬不走的近邻，应该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。1992年建交以来，中韩关系快速发展，给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。今年是中韩关系迈入第二个30年的开局之年，中韩关系走稳走实，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，对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也是利好。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时俱进，不断发展。